精彩的Yummy这个节目我喜欢，棒棒棒棒棒！好，谢谢五位。那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下半场的第一轮这个送礼环节了。两位上场就证明我们要送出两张约定哦。好，那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两位。Hello， 大家好。这个今天是第二天了嘛，所以说、其实。这封信呢，我昨晚上是改动了一下。哦，改动了一下，还临时改了一下。对，那我们分享一下吧，好不好？现在吗？对。我先说一说吧，因为我写的可能跟别人写的不一样，因为我写了一首诗。然后因为现在都还是比较彷徨嘛，然后我就写了一首诗，希望一年后如果再相约的话，我自己也能给自己有一封回信。哎。然后充满了一些坚定啊、哦！是这样。那我们来看一看。那么这首诗可以都分享了是吧？好，一首见笑了。好，我们念信的时候大家保持安静哦，我们一起来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好不好？好。追。黑夜无论怎么悠长，白昼总会到来。莎士比亚。
就当是一个梦吧，在梦里或有欢声笑语，或有举步维艰，亦或者车水马龙，还是穷穷竭力，就当是一个梦吗？告诉自己，梦里的只是暂时，梦里的只是幻想。可是一抬头，这如梦却飘忽的感觉又吓了我一跳。梦境里的是现实的流逝，没人能解释，只好苦苦的寻找。但是天好黑，什么都找不到。这时一个似我非我的身影向我走来，他说想要的只是一个答案，为何不睁开眼去追一追呢？睁开眼，写给一年后有了答案的自己。此处可以有掌声。我觉得就像天润刚刚说的，虽然可能还有现阶段的一些彷徨，但也是有了答案，更加的坚定肯定啊。好，那这样的一封答案之信，你将送给哪一位幸运的朋友？我选择的是，先选个区吧。内场，A2区。内场 A2 区，然后八排十三号。八排十三号有吗？是哪一位？恭喜恭喜这位，恭喜恭喜幸运的粉丝。那一年之后，拿着这样的一封答案之信，来我们现场给少年们加油助威好吗？恭喜你恭喜你。好，谢谢天润。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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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接下来我们的彤彤。彤彤这封信写了多久啊？哥们儿就没有天润那么优雅了。主打的就是一个朴实。好，豪放派是吗？我帮你吧。谢谢谢谢谢谢。我先读一下吧。好的，先读后说啊。你好，我们保持安静好不好？我们给他们一点空间。谢谢谢谢。一年后的自己，哈哈，过于突然，一时还不知道说些什么。或许你现在还像以前那样爱看动画片，还喜欢玩各种不同类型的手办，还喜欢吃甜品，还有好多事情想问问你。不知道你现在过得怎么样。现在正在写信的我还有好多的烦恼。有时候怕声乐跟不上了，有时候怕舞蹈落下了，还有好多的顾虑。我现在也挺难过的，也不知道是什么情绪啊。剩下的还有挺多，我就跳过一点点，读稍微后面一点点的内容。分享你想分享的都可以。其实有时候非常怀念2018年的自己。2018年，我过得很开心。然后可能会比现在自信很多。但是在去年，我深深的喜欢上了我自己的偶像。在心里想追向偶像的同时，我觉得我不能让喜欢我的粉丝朋友们失望，不能让兄弟们失望。我也在慢慢努力上进，有可能有时会陷入低谷，不过我心中始终有一个东西能让我振作起来，支撑着我。这封信的小尾巴里，一年后的自己，你好呀，我希望你在这个时候漂漂亮亮，帅帅气气啊，这很重要。然后就是实力有进步，不知道你那天会是什么样子，会哭泣吗？还是高高兴兴的？不过我希望这一年能有好的发展吧，我们一起努力，加油，加油，加油！谢谢彤彤，两位的信啊，真的就是像青春一样啊，
有彷徨，有不确定，偶尔也会有挫折疼痛，但能听到他们的坚定和他们的责任还有担当。所以彤彤，这样的一份幸运和共鸣，你打算抽取哪个区域的哪一位幸运观众送给他？我跟天乐啊选了一个区域。哦，哇，你们好幸运哦，那场的朋友。好，第几排呢？但是突然就忘记了。六排。哦，六排七号。六排七号在吗？挥舞的那位朋友是不是？恭喜恭喜，这两位都是我们内场的两位朋友。好，那我们把这个信件装回去，一会儿我们会有后续会有工作人员送给你们啊。谢谢谢谢两份幸运。然后我觉得从心里面真的是读懂了他们的内心啊。我也觉得这一年也希望少年们身后的你们可以给他们更多支持温暖和力量。再次感谢两位，那接下来我们精彩舞台还在继续，我帮你们把这两封信件带下去，你们继续完成这个精彩的舞台好不好？好，掌声送给他们，舞台交给我们的练习生，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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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中，你心中，也许你
You know how much I love you. My little princess， 隐藏对你的爱，想对你表白，你是否会明白？用我一生不变的心来爱你 ，Girl。我想要告诉你，告诉你，我比爱自己更爱你。Hello， 大家好。Hello， 大家好。我站哪儿呢 ？OK。就站这儿吧。嗯。现在呢是我的串场时间，然后翻译过来呢就是拖延时间的时间，拖延时间的环节。对。然后呢，我先问一句，大家这个暑假过得怎么样啊？我感觉有点不开心呐。到底怎么样？哦，反正我这个暑假吧，一般基本上就是在就是训练当中，然后偶尔呢，就是陪朋友们出去看看电影什么的，还算是比较充足吧。嗯，然后就是说到这个舞，如果我们舞台完了哈，我就想，到时候我能不能就是回重庆，然后呢，好好的陪我妈妈，就是在家里待一段时间，然后顺便呢也陪我弟弟玩一下。对哦，对，我给大家分享一个事情哈，就是可能就是在舞台前的可能15天吧，当时有一天我姥姥给我发微信，然后他说帅啊，现在有时间吗？然后他说弟弟想你都想哭了，然后我说啊，当然因为当时其实我有点事儿，我很忙，然后当时然后我就放下手中的事儿，然后我就给我弟打了个电话，然后我看我弟，哎，我觉得他还挺可怜的。对，所以我是觉得必须这次舞台完了我就要回到重庆，然后呢去陪我的家人，就是陪一段时间嘛。不知道你们到时候看完演唱会回家是什么安排，有回家就是陪家人的吗？陪家人的举起手我看一下。哦，或者就是比如说看完演唱会之后呢，就是抓紧这个暑假的尾巴好好去痛快的玩一下的，有没有举手一下看一下。然后是不是还有开学了，然后呢快开学了但是作业没有做完的，哦，这个声音好像要大一点。嗯，没关系没关系，一定会做完的，相信你们啊。 OK， 现在呢就是我的读信环节了。 OK， 哎，现在读这个信我还有点小紧张。让我们不顾一切，信致一年后的苏信浩。你还好吗，苏信浩？我是2023年8月9号的小苏，现在心情怎么样呢？各方面都有进步吗？完成你的心愿没有？我现在可有太多太多的问题想要问你了。听说2024年可能要到很远的地方集训，而且还有那种很严格的考核。记得一定要好好训练，而且还要照顾好自己。我觉得你小子一定要看得长远一些，不要被当下的一些问题打败了。虽然2020年到2022年的苏信浩让你退了几步下来，但是呢没关系，就当休息一下了，是吧？然后但是呢2023年的苏信浩在帮你一点一点再一次的搭建你想要的东西。也许这几年，也许前几年也说过同样的话，但是当时不进反退可能是因为方法错了嘛。对，太努力了。这个努力呢可能就是得动一下脑子吧。我觉得我希望你小子以后努力的时候一定要带上你的脑口，想好了方向再去走。对，然后不然就会跟以前一样。对，然后呢就是在那个终点前
还有这么多次的舞台，还有这么多新的作品，你有没有好好把握呀？然后说到了舞台，确实没有容易的舞台，比如说这次真的太不容易了，经历了这么多的淬炼和困难，你会不会成为了一个身心疲惫、灵魂无趣、毫无棱角的人呢？哎，对了，请你有机会一定要好好看看，好好记住，用心记住那些从没有放弃支持你的人，他们也是你生命里的一部分呢。嗯，最后到这里也说的差不多了，希望你和兄弟们都能顺顺利利的度过这重要的一年。谢谢，读完了。OK， 其实这个信还有就是中间还有一段没有读完，我希望就是比如说送出去了之后，大家可以就是看一下。OK， 好，现在我来送出我这封信。我选择的这个地方是11开头的11，我想，六一些吧，那就116吧，116，对，那既然六了，六都六了之后呢，那干脆一点，六排六号，就是116的六排六号，恭喜你，一定要收好我的这封信，谢谢你。OK， 我看现在上的也道具也上的差不多了，不知道我的朋友们有没有准备好呢？我现在说一声，我朋友能答应吗？朱日新、张杰，哎，我耳麦里听到声音了。左航，哦，都有，可能你们听不见，我耳返里是有声音的。OK， 所以你们准备好了吗 ？OK 了哈，那要不，那我就在舞台上等你们了哟。那你们是不是可以上来了？让我看一下，哦，看你看，我看于涵了。哎呀，是不是还要再准备一会儿？那我们再聊一会儿吧。那就是说，昨天大家有没有最喜欢的那个节目啊？大家说大声一点，我想听一下。我听到了，好像有新地球，好像有逃亡公路，这首歌是他们的新歌吧？我记得好像是昨天发行的。OK， 哎，兄弟们都来了，那我们准备开始吧。兄弟们准备好了吗？5 4 3 2 1 Come on！
的气息，在百花齐放的季节里，你清新脱俗的又是一例，在天南星高雅亮洁，好美丽，我时的季节里，你静寂坐的带着凉意，你在天南星气质非凡，好活力，我哦哦好活力，轻轻柔柔的想念，在大连的季节，还记得湖畔曾与你相遇，静寂中的带着凉意，你在天南星气质非凡，好活力，我好活力，轻轻柔柔的想念，大连的季节，还记得湖畔曾与你相遇，甜甜蜜蜜的暧昧，在热烈的季节，还记得你的笑容，无比的甜，你迷人的魔力，我如梦细雨，爱不可思议，开满着美若天仙的海域，缓缓慢慢的夏天，在热烈的季节，我坐在湖边开始轻描淡写，我坐在湖边开始轻描淡写，大家好，刚刚有点累啊，刚刚。然后对，这次乐队节目，就是都比较嗨跳的，手要冒烟了。对，然后我们两个来给大家送礼物，我先拿上来吗？那先拿上来。哗哈呀，这个地，你的？哦。然后要不你先介绍一下，先讲，你没声吗？有声音吗？你这个有。喂、哦、喂 OK OK， 那你介绍一下。有点破旧啊，确实，因为其实大家昨天知道我打的是那个很炫的那个鼓棒，但是因为今天要送礼物，我特地打了这一根鼓棒，就是只打了就送。对，打完就送。对。那你当初是什么想法买它呢？就是因为鼓棒嘛，一直陪伴着我，
然后正好这上面写了个巨蟹座，巨蟹座，哦哦，啊，很代表我嘛。然后它是金色的，我觉得这个颜色很炫，但是打掉了一点前面。这是舞台的痕迹，努力的痕迹，对，努力了，嗯。那我讲一下我这个是，就是我之前不是说，有个大象，有个小象嘛，然后小象就代表我自己嘛，自己留着，然后把大象送出来，然后还做了一个这个，这叫什么？无成人陪伴儿童，就是自己做的一个，就是相当于是之前每次走机场我都会抱着这个象嘛，给他定制的啊，对，就之前我也会挂着那个牌儿。但是这次呢，就是我做了一个牌挂在这个象身上，对，然后就是其实意义还挺重的，哎，然后特意找的我们这个，哎，让我们不顾一切的这个纸做背景，哎，对，就这个背景还挺好看的。然后具体我的礼物是这样，啊，那我们两个要不定一下顺序，你先来，要你先来，玩游戏吧，那玩个游戏嘛。好，玩什么游戏？要不憋笑，看谁先笑，憋笑挑战，输的先。憋笑挑战啊？怎么个憋法？就是我们俩面对面，然后看谁先笑。好尴尬呀，感觉。那可以了。那就输的先送。对。玩几轮？看拖延的时间够不够吧。看下一个人上没上来。下一个人不知道现在在哪儿呢？那就一轮吧，先一轮，啊，也行，先来一轮，先来一轮。好，那怎么开始啊？就看着对方。啊。我已经绷不住了。先调整一下。好好好。平复一下心情，缓一下。什么时候开始？你 OK 了吗？可以了。OK。这就绷不住了，不是，主要是，就刚才一直就在笑，有点没缓过来。那就你先送吧。你是朱之星吗？你先送。不是，胜者奖励，你这个是输的先。好，那我先送。然后，就是，昨天不是抽的那场嘛，然后今天打算抽上面一点，然后。今天选的是227号，然后座位呢就是比较顺，这个座位就是6排8座，是谁 ？Hello， 虽然有点看不清楚，对，但是恭喜你，然后明年这个时候呢可以拿着这个东西回来继续看我们 ，OK。这回到你了吧？好，我昨天也挑的中间，啊，但是中间这一粒儿，啊，从下面挑到上面，啊，要不二二二在哪儿？哎，上面最上面，啊，要不就今天日期吧，8排13号，有13号吗？应该有吧，这太远了，有点看不清楚，说实话。就是我们视力，极限力虽然好，但是极限了，看不清，精准到人身上。对，那就恭喜他们吧。啊，对，恭喜你们两个。下一个人还没上来，那时间够吗？啊，在这儿啊，哎呦，我还在看后面，我还在。那你。到你了，前面的锤炼小千。哦，那好，那你去吧。我尽快。嗯。你好，小鱼。我是主持人。你要往中间来点。你也是送礼物今天？对。
也有点精致人这个。那必须得精致人。那你就讲一下呗。我再说点好的，不着急。你要说什么？讲一下吧。你要就是讲一下你这个礼物的含义。首先这个蝴蝶是因为一首歌《蝴蝶少女》，然后呢，因为小时候比较喜欢他们，然后呢，为什么会用这个来做礼物？因为毕竟是那个什么，一直坚持到现在的东西嘛。信念之物。哎，对，信念之物。然后呢，我就感觉我才来就是很想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所以说就买了这个，然后自己再画了点画。这加了些什么呀？这个？我也不知道，乱加的。这个爱心？我不是，我本来、美少女战士还是什么意思？不是，我就是随便画的。啊，好好好。那这一二三四五六这七个人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画七个，因为我觉得画多了太满了。哦，就是正好七个对着蝴蝶这个宽度。对，就是跟着蝴蝶那个宽度来的。这个蝴蝶是从哪来的呢？蝴蝶是买的。哦，哎，跟这身衣服还挺配的，你别说。那必须的。啊，这是你画的？这手是你画的？对，我本来想画个叶，但太丑了这个叶。这是几只手？这是六根手指吗？叶我画的。哦哦。然后这个呢？啊，鱼。对，鱼。这什么 ？H。这是这个吗？啊，这是歌词儿，然后呢被挡住了一点。哦。那这个呢？这本来我是想画个那个小猫咪。不是，我当时想画什么来着？然后画错了，我就临时给它改成这什么？兔子。啊，兔子。对。那这串英文呢？也是歌词儿。哦，也是歌词儿，下面也是歌词儿。对。那这个呢？这是送的。什么送的？买东西送的。买东西送啊，这里正好填上了是吧？对，自带的。这也是歌词啊。对。那这个呢？这什么？这是我。这是鲨鱼啊。对，这是我。哦，画的比我好点。那必须的。对。那不抽吧。昨天选的这边对吧？然后今天选这边。这边。114牌。四区114区，六排，六号，114区有这人吗？有这个位置吗？是那个区吗？哪儿？哪区啊？应该是这个区吧？我不知道啊，我记得。我也不知道。我记得是跟昨天对应的来着。反正不管什么，恭喜这位朋友嘛。对，恭喜他。对，拿到了这份礼物。那差不多，差不多。那我就走了。拜拜了，拜拜，拜拜，拜拜。那就请欣赏下一个节目吧。天上风筝在天上飞，地上人儿在地上追哟。你若担心，你不能飞。
天上风筝在天上飞，地上人儿在地上追哟。你若担心你不能飞，你有我的蝴蝶。天上风筝在天上飞，地上人儿在地上追哟。我若担心我不能飞，我有你的草原。嘿呀嘿呀，你形容我是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嘿呀嘿呀，我知道你是这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天上风筝在天上飞，地上人儿在地上追哟。你若担心你不能飞，你有我的蝴蝶。嘿呀嘿呀，你形容我是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知道你才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嘿呀嘿呀，你知道当你需要个夏天，我会拼了命努力。嘿呀嘿呀，我知道你会做我的掩护，当我是个逃兵。天上飞，on both sides.
哦呜呜的Hello， 有点小累，对，有点小累，我休息一下，喘了口气。那个，我先取一下耳返了。那你们有什么说的，就直接说吧，我们想说的。OK， 我现在 OK 了，然后我就问大家第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来大连就是有没有吃什么好吃的，然后或者去玩什么好玩的？没有。什么？大声一点。啊。就是。这次演唱会结束嘛，就是我们可能要休息一小段时间，对，可能休息个几天那种，对，然后想去出去旅游一下，然后就是可能就是打算过两天先回家吧，然后再出去和爸爸妈妈一起出去玩，对，然后呢就是接下来就是到我读信了，对。完了，还有点不好意思，真的。不是，别，安静一下，安静一点，安静一点，我读信安静一点，行不行？哎，越来越不好意思了，不要喊了。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不好意思，我调整一下，马上就读。OK， 那我就直接读了。大家安静一点，我开始读信了。OK， 谢谢大家。你好，张吉，2024年了。这一年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吗？你有再成熟一点吗？
现在也是站在舞台上的吧，心情是怎么样的呢？我相信现在的你已经得到了一个自己想要的答案了。不是，就是我读信能不能安静一点？谢谢大家。我听见了，我都听见了，好吧？我真的听见了，就是安静一小会儿，让我把这个信读完，你们再继续。OK， 谢谢大家。不然我都是笑场了，感觉很尴尬，有点。对，那我继续了。得到一个自己想要的答案了，因为现在的我会拼尽所有力气去努力、去争取、去为此战斗。因为我用了近乎大部分的青春时间去完成这样的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尽管这六年经历了很多，离开家乡，离开了爸爸妈妈，离开已经成为我的家人的波波，每天的生活在习惯与不习惯中折返，在一次又一次感受到新奇时兴奋不已，也会在承受不了辣味的时候节节败退。你想的不多，但是总是会因此有越来越多的困惑。困惑直接表达的力度应该如何控制？困惑凭空出现的言论，困惑一些谣言的诞生。虽然你现在已经很高大了，但是也会因为这些不理解的事情变得更加烦躁和焦虑，也会因为这些让自己更加脆弱，但是你又好像承受住了这一切，没有被真正的击倒过。经过了之后，总会发现这只是人生旅途中的一小部分，你终将会得到你的答案。在这一年的期间里，我相信你也同时完成着许多自己的心愿和目标。一次畅快的骑行，一两首满意的新歌，还有见到自己的偶像碧波。对，然后呢，也希望你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快乐，也要谢谢那些愿意永远支持你的粉丝朋友们。我们都要勇敢地做自己热爱的事情。张吉，我也相信你能保持初心，永远永远永远。你也还是那个会为自己梦想而奋斗，努力拼搏下去，永不停歇的那个少年。 OK， 读完了。OK， 现在我开始送礼物了，我来选一下。你们谁想要？谁想要？我看哪边声音大一点啊。OK， 听到了，耳朵快要就是。感觉耳膜都要破了。 OK， 那我就直接说了，选择一下啊，就是幺幺五区16排13座。我看到你了。 OK， 然后那位粉丝朋友，你明天会来吗？ OK， 大家都会来是不是？ OK， 那接下来就请我的兄弟们上台了。 OK， 我就暂时先撤了，拜拜。
风浪在袭来，也不管这次有几台，对道路充满期待，为什么终点在失败？耶，像台北一样带过，心不离的被摆脱，他们在这公路上，所有人都没有带过。耶、yeah ，快到终点，搜索街边的服务站，大家都在，不会有孤独感。到另一尽头，雨还平面平行着走。像暂时模糊视线的焦点，让灵魂自由飞翔在天边。无论是掉你背，红心到你 face， 我们把烦心事都放进微箱丢在 freeway。 无论是掉你背，红心到你 face， 我们把烦心事都放进微箱丢在 freeway。 Tell me what is right， oh, what is wrong，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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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I'm doing right， 总是 tell me nothing。今天还上车费啊？主持人好多钱？今天100。哪个今天100的呀？贵了点。好好。Let's go， 未来没有光飞，好坏本来相对，本地有一些的狼狈，那么绝对是浪费。所有 I can do this， 所有的选择都会在心手背。天高山越来越黑，说走就走不会 ，We're on the way。想去看见终点，一路上太多历练。我不想面对一点，无力在心里搁浅。他们让我 do this do that， 但不想 care this care that。我捂住耳朵 with my brother， 去想逃脱 it's all freedom。成功是一片黑暗，黑暗里变得璀璨。我们一起走到了对岸，不想逃避，不想被溃烂。无所畏惧是我的水准，找到真实的自我。Yeah， I be myself， 还乱什么是未来？人生每天是精彩，所以一切都控制不了，只需要你耐心等待。明天依然是会存在，但只要自由自在。我们逃亡在公路，就在眼前这帅。想到另一尽头，雨还平面平行着走。像暂时模糊视线的焦点，让灵魂自由飞翔在天边。无论是掉你背，或是掉你 face， 我们把烦心事都放进微箱丢在 freeway。 无论是掉你背，或是掉你 face， 我们把烦心事都放进微箱丢在 freeway。 Tell me what is right， what is wrong，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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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I'm doing right， Don't you tell me nothing， tell me nothing。Hello， 我来送礼物了。那么大家觉得我们的逃亡公路怎么样呢？声音这么小的吗？那。逃亡公路呢，其实就是我们像出去玩，然后我们有感而发写的一首歌。那么说到旅游呢，大家有推荐去旅游的地方吗？我啷个听到有人在说綦江啊？好好好，那大家觉得有在大连推荐的地方吗？哪个地方？
可以的话我们今晚就去了哟。好好好，虽然说没听太清，那还是说一下正事吧，就是答案之信啊，我的想法是呢，我现在把它读一遍，然后以后有机会呢我就再把它读一遍，看一看自己的变化和感悟。那我就准备来了哟。左航的信，记得一会儿情绪不要太崩溃，这一刻排练好久了，都要平静，越平静越帅。深呼吸一下，好了吗？确定冷静下来了吗？确定冷静了就往下开始读吧，反正一年过去你也忘得差不多了。嗯，答案怎么样？跟自己想的一样吗？有了答案过后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过得还满意吗？有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吗？你觉得离真正的自由还有多远？收入怎么样啊？有为家里真正减轻负担吗？爸妈怎么说？实力怎么样了？心态是怎样的？不知道我现在写的话，一年后再打开看会是什么感觉？再次看到这封信，心里是怎样的？是波涛汹涌，还是平静如水呢？我觉得以咱俩的性格，你到时候可能会止不住的掉眼泪吧。你虽然不喜欢哭，但真的想的还蛮多的哎。别人一个表情，你都要琢磨好久。虽然大部分时间总是看起来大大咧咧，但那其实并不是完全的你，那是你性格的一部分为你做的伪装。其实你内心飘忽不定，对什么事都特别敏感，对很多事都很在乎，对自己很不自信，即使你看起来很自信。很多时候也喜欢给自己设限，自己觉得可能做不好的事，你就会不停找借口，但其实只要你尽力去做，好和坏根本就不重要。你就是太在意他人眼光，即使你看起来不在乎。你的性格很完美，完美到处处是缺陷。也许一年后你会更清楚这些话的重量。最后，18岁，愿你在火焰一般的年纪，也依旧记得自己为何而燃烧。希望你也能品尝到安迪那一晚向着自由的方向爬行500码后，在雨里拥抱自由的感觉，那种释然的感觉。会的，你这辈子会体会到的。最后祝福你，左航，你一定要去拥有一次绝对的自由。在最后的最后，谢谢大家的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陪伴。70亿少你们也不行。那我就要送出这份礼物了。120区，120区的朋友们，哦，看到了看到了，13排8座，恭喜你。可以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本来想的是8座13排，就是今天的日期嘛，就present 还是那个意思，就是珍贵的礼物，也是珍贵的此刻。就是对，原本想日期，但是没有那个座位，就反了一下。但是这个礼物呢还是交到你的手里了，希望一年以后一定要来，交给我，我再读一遍，读给你们听。哥们们差不多了吗？OK， 耳返里有声 ，OK， 那接下来就交给兄弟们了，我就下去喽，拜拜。
too many.
的爱、哦哦哦、为你再也找不到借口 There's a wish you were letting go That's why we should let it go 在夜深静里想着心不安却越沸腾握不住握不住好想哭好想哭我找不到退路在夜深人静里写着心不安却越沸腾我不恨我不恨也不哭也不哭我的眼泪早已哭干了 Cause I'm letting go 我终于舍得为你放开手因为爱你爱到我心痛但你却不懂我 Letting go 你对一切的软弱与怠惰让人怀疑你是否爱过我真的爱过我 Letting go 你对一切的软弱与怠惰让人怀疑你是否爱过我 That's what we should let谢谢，好美的舞台哦 ，Letting Go， 怎么样？今天是不是有很多不一样的版本啊，和不一样的舞台？好，那接下来有一大波礼物要送出来了，啊，还有一位一会儿就要上场了，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Hello，Hello，Hello，Hello。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一一分享啊，这几位接下来会送出什么样和自己相关啊，和一年之后相关的礼物。那我们就先问问小姚。我送一个礼物呢，是我小时候的一个照片。哇，来来来，给大家看一看。可能是七八岁的时候吧，就是当时参加一个比赛，然后就地拍一张照片。在哪里拍的？记得吗？就是在一座看着好像是庙的东西。某一个门口。感觉这好像跟我长得不太像，跟我像吗？还是像的吧。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张照片作为礼物？嗯，我感觉就是这张照片，看到它嘛，就想起小时候的我自己了，然后就能有动力。然后再就是啊，继续说，背后呢有一些我自己写的，可以说是祝福语吧。啊，这个需要 VIP 才能看啊。哦，哎嘞，欢迎小木，也来了。好，后面那个东西分享吗？后面的东西呢就。先不分享，抽取一名幸运观众，然后让他自己来看吧。好，不忘初心的一份礼物。好，那小姚，现在请你选择一个区域，然后选中这位幸运儿。我想想啊，昨天选的是114区对吧？今天选一个近一点的吧。近一点的。就是115区吧。哦，在这里哦。115区，然后选一个。六排六座，六排六座是谁？还是六六大顺对不对？那边吗？挥舞着荧光棒的那位是不是？恭喜你，恭喜你！那你拿到这一张不忘初心的照片啊，可以看看后面是什么样的心路历程。然后明年记得打着它，好好保管，好好保管。对，来赴约哦。我刚看到有人好像在讨论说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们理解的那个意思。拿着这样的一份礼物或者这封信，明年。我们的这个最终战咱就不见不散了啊。好，恭喜。那接下来安仔木子成，我吗？你要送什么东西？我呢、就是、你真的要送出这个东西吗？对，就是这一把吉他。对，这把吉他呢是我在中考那段期间就是
有一把用了很久的吉他拿不回来，然后我又自己再买了一个小吉他，对，然后这把吉他就是我在中考的时候练琴用的一把吉他，陪伴你度过了中考岁月。是的，啊，每当有时候心烦意乱的时候，赶紧拿出来啊。是，好，那相信这样的一份幸运啊，也是会传递给现场的某一位，所以接下来恩仔，你选择哪个区域呢？我选择的哈，好像是，好像是，哎，让我想想，我有点忘记了，应该是119区，然后，哦，在那，好像是13排，8号。13排8号，恭喜这位幸运的朋友，我看到他很开心了。啊，恭喜你。哇，而且我觉得不仅是一年之后的入场券，这个吉他本身啊，希望他会弹，对不对？可以学一下啊。好，恭喜你，恭喜你。好，接下来嘉欣。我这个虽然陪我不是很久，但是也经历了两场演唱会。哦。就是里面有我们所有舞台，就基本上所有舞台的分词之类的，然后还有两个手写的琴谱。哦，就你们准备的点点滴滴都在上面了，是吧？有没有想看的？想看的，如果声音比较大，就给你们看。想看吗？让我们展示一页吧。我找一下那个手写的吉他谱。好的，什么谱来的？是你自己写的吗？对，当时写了半个小时。哦，看到了。啊，不是这个。哦，不是这个。啊，这个这个。哇，写得很工整哦，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咱们这个登陆计划的一些点点滴滴。对，一些点滴。哦，好，也是一份啊，一步一个脚印，不忘初心的这样一份很有纪念意义的礼物啊。所以接下来我们要送给哪一位呢？我都激动了。121，121区在哪里？哟，正对面。第二排是哪一排？第二排是哪一排？第二排挥舞一下，给我们看一看。第三个。二排三号，在吗？恭喜你获得了一份这么有纪念意义的礼物，以及我们一年之后最终站的啊入场凭据，恭喜恭喜。好，那接下来看看王硕会送出什么样的礼物呢？我的礼物因为有一些原因没能带过来。我的是一个 MP3。 哦，然后它是一个正方形的，比普通的 MP3 要稍微大那么一点点。你这么年轻还用过 MP3 这么古早的东西啊。然后呢，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呢，会听听音乐然后放松。然后它 MP3 也带给了我很多力量。它陪了你多长时间还记得吗？5年了吧。5年了。哦，好，那接下来，那从小学开始陪伴你了。哦，好，那接下来这样的一份幸运其实也是很私密的一个礼物啊，你要送给哪位？215区。是那个吗？对对对。哇，山顶的朋友你们好吗？然后二排15号。15号在吗？恭喜恭喜山顶的朋友啊，215区的215号获得了这份幸运。好，我们刚刚送出了4份非常有诚意的礼物，也送上了4份祝福，更送上了4张或者说4个一年之后的约定啊，恭喜大家。我希望昨天和今天这一共应该是有26位幸运儿啊，你们一定要赴约哦，不要辜负我们，好不好？可以做到吗？好，没有抽到的也不要灰心，我们接下来还有机会啊，我们继续等待。那因为这是我们这个第3站大连场的最后一场了，也想问问四位弟弟，今天站在我们这个让我们不顾一切的这个场上来表演来奋战是什么样的感受？每个人说一两句吧，从恩仔开始。
我吗？嗯，我呢还是挺激动的，然后也非常开心跟大家一起在这里享受舞台。对，子瑶，因为是暑假最后一场嘛，然后还能见到很多朋友来我们现场，然后虽然说不管是不是我的粉丝，但是见到很多朋友来支持我们还是很激动，很享受这个过程，对吧？嘉欣，其实虽然做这个舞台我们用了很多的时间，但是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其实真的很充实我们的生活，也能够见到这么多能够支持我们的朋友们，也是非常感谢他们，也希望我们能够一直走到最后吧。要一直走到最后哦，谢谢。好，我们对面的那个收一收，谢谢谢谢。黄硕，我呢比较开心和激动吧，然后能在舞台上面展现自己，然后也感受到了大家的热情。每一次都是最好的印记，最好的锻炼啊！然后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往一年之后的最终站奔去。好，再次把掌声送给四位弟弟。接下来我们舞台惊喜继续，请看 VCR。张局好，好了吗？那我们开始倒数，新的一轮 battle 又要开始了，五、四、三、二、一。哇，今天这么躁动，先放纵你们三秒，现场气氛起来了，二一停，还是听话。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Transform Project 巡回演唱会。 This is Star Station in DalianDJ, DJ, dish, dish, dish. I'm so happy to see you guys here and hold the first dance battle. And now, let me hear your voice. DJ, DJ, dish, dish, dish. Okay, you guys in.来 DJ 不能打，跟等一下的评分有关。今天我不想动手，我跟你们讲，不要在这动手。Come down, come down, come down。我们急了，放纵你们三秒。就这，就这，来来来来来。肃静。好，用行动，用行动来。要不今天转个瓶子。你们队名换了吗？换了啊，来吧，抓风格，哇、哦，那你们训狗师的训人师，哇、哦，语言艺术，那还是先定个顺序，
命运选择，这瓶子他自己这么转的。不，就是我们今天是看评委，就是这个评委对那边，就昨天是评监，今天反一下。评委对着那边的。评委对着这边的。无条件支持裁判。我不管，我们是裁判队。我们无条件支持裁判。准备好了吗 ？OK OK。好，那音乐起吧，三、二、one。Round one。I got loyalty, got loyalty inside my DNA. No big quarter piece, got war and peace inside my DNA. I got power, poison, pain, and joy inside my DNA. I got hustle, though, ambition, flow inside my DNA. I was born like this, and born like this, immaculate conception. I transform like this, perform like this, with Yoshi, a new weapon. I don't contemplate, I meditate, then off your fucking head. This that put the kids to bed. This that I got win again, then win again, like Wimbledon, like sir. Yeah, that's him again, the sound, the engine, and it's like a bird. You see fireworks and Corvette tires, skirt the boulevard. I know how you work, I know just who you are. See, use a come bitch, on. Switches out your DNA. Salute the truth and the prophecy. Make some noise. Make this deal with all the eyes on in the booth. At the gate outside, when they pull up, they give me loose. Yeah, jump out, boys, that's Nike boys, I'm in our hoops. This shit way too big, when we pull up, give me the loot. Yeah. Dish 啊，又到了打分环节。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我评分不算，要不你们来评个分。觉得这边跳得好的，觉得你们叫什么抓疯狗队跳得好的，哎，这个尖叫声你们自己心里有数啊。有没有觉得刚刚没跳爽的？我没跳爽。哦，有，那你不表示表示？我也没有啊。那今天顺序怎么说？我先。很自信，又是你先。很自信。好好好，那恩仔 3Two, one. Round two. Hey!
我又不知道怎么评判了，我觉得太炸了这边。要不还是交给观众吧，让我听听这边的声音。让我听听这边的声音。啊，这个尖叫完了，老套路 rearrange。老队友，那，哎，怎么好意思啊？那要不我就浅浅的加入一首，来吧，准备好了吗？三、二、一 ，Round three。跳得不错，跳得不错。有什么可装的？跳水，跳水。跳水跳不得，舞还是可以跳的。啊，那还是老音乐，走起。三、二、一。That's all me. Bruh.
重复着无数次要说起以前的那些故事，重复的无数次要试图回忆起那些细节，说那时的遗憾和无奈。但那个时候没有和今天一样的午后吗？没有和今天一样的阳光吗？我会做出比当时更好的决定吗？我会觉得那个时候的自己很差劲吗？我会想念那个时候的每一个自己经历的场景吗？我还会对着那个新朋友说一样的第一句话吗？回想是让人痛苦的，因为你会给自己曾经增加很多如果，但是你心里也会明白，只是自己在为自己造就一场美丽的白日梦。那我们是这场梦里的破坏者吗？是不遵循法则的扰乱者吗？那我们可以做这场梦里的自由者吗？可以成为这场梦编织的那一部分。很多人用过很复杂的语言来形容过主角为我们的故事，很多人用过很悲观的想法来构建过不同的结局，很多人把命运圈牢在每一个人的每一面。很多人把自己也写进了故事里的一个篇章里，
复杂多样的青春，谁可以最终去给他一个定义？一条路印上了千百个自己的脚印，哪里还有轻易就能回得头。我们这群人，我们这一群人，这一群从儿童变成青年的人，从打架到打架，从大哭到下一场大哭，从空白走向了一些复杂。无所谓，到了无所谓，不顾一切吧。语言的包裹，思维的捆绑，文明的刻板印象，不顾一切吧。既定的成长，千篇一律的完美，幸运的称赞与难熬的谩骂，不顾一切的去做你认为热血的、青春的、一生仅一次的每一件事。创造每一个瞬间，就像经历一场大雨，你总能拥有一个又一个畅快又难忘的记忆碎片。让我们不顾一切，
大家喜欢今天的演唱会吗？然后呢，现在是该我来念一封信了。然后这封信写的比较多，然后我慢慢来。Hello， 一年后的22X，18岁的22X，有听见我在给你说话吗？现在的我站在2023年的8月里，给你念出这一封信。这一年的我，离开了山城，来到了北京，开始了新的生活。失去了很多东西，但又得到了很多东西。在这些时间的堆积里，没有停止过长大。我今天准备了很多问题想要问你，不知道那个时候你是不是找到了答案。第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最近过得好吗？身体什么的一切都还好吧？记得要多吃蔬菜和水果，记得千万不要感冒，记得一定要好好吃饭，好好休息。如果你可以很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那一定是充满了力量。因为你有了力量，你就不会再胆小了。然后关于未来，其实我一直没有想得很明白。这段时间事情特别多，我总是着急着去做好眼前的事，好久没有去畅想一些未来的生活。但是给到这个命题，他给了我一个空隙去做很多的梦。我想问你，现在你应该站在舞台上面吧？紧张吗？现在结果已经宣布了吗？现在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是开心还是难过？那条巨龙被你驯服了吗？还是说最终你被打败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你不会责怪现在的选择，去做坚持自己的觉得对的事情。也不要心里焦焦，也不要心里悄悄说我是个笨蛋。现在一定不要哭。不管怎么样，我不希望看见你哭的样子。你要一直告诉自己，有很多人都在爱着你。这一点很重要，千万不要因为粗心大意就忘记了。
也一定要更坚强勇敢。我也知道现在的你一定又成长了不少，现在你一定更会有自己的主见吧，你再也不是那个不爱思考的二叉了，你很棒。我知道在这过程中肯定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和质疑吧，可能也会经常在被子后面偷偷的哭吧，但是没有关系，咱又不是没有跌倒过，对不对？大不了再站起来一次就行，一次不行就再一次，以前那么多次我们都过来了，不是吗？相信你自己，我也相信你。如果真的坚持不下去，回头看一眼，我还在你身后。最最最后，你小子，如果成功的话，那希望你可以勇敢地继续往前走，去下一个成功的目的地。如果没有成功的话，那就放轻松，深呼吸，在未来也有很多事情和道路等你去探索。人生很长，慢慢走，慢慢看。我相信应该一切都很好，一切也都是正好。最后我也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了，但我还想说一句，还有朱志星，希望你天天开心快乐。现在就我要选一个人得到这份礼物，这个也是我们一年后的门票，然后有谁想要吗？刚刚有点没有控制住，不好意思。然后我选择的是内场一区19排11座。我看到你，挥下手。OK， 对，我选择的是这个。然后我们的舞台就要结束了，接下来呢还有我们再为大家唱一首歌，
现场的粉丝朋友们，再次提醒大家，我们场内外挥舞旗帜是严格禁止的，感谢大家的配合，让我们的舞台继续进行，谢谢。剩下的剩下，大家准备要做什么呢？
那么剩下的盛夏也快结束了，我们八月呢还有一个重要的纪念日，8月29。对，我们要干什么呢？说，要不出去旅游一趟？可以。一直都在说吗？哇，哎，好想旅游啊！上次，哎，我记得好像是我们当真好像去了海南，然后后面就没有去出去过了。我之前不是有一次还许了个愿吗？但是我许的是，我希望我们每一年都能有一次机会可以出去玩。宝藏男孩那一次、啊、对对对，宝藏男孩。那等我们回去一定要好好争取一下这个机会，让我们一起出去玩。好的，对，必须的。那要不我们来合个影吧，一起。来吧来吧来吧，老环节了，相机呢相机呢，今天是摄像老师还是自拍杆？哦，今天是自拍杆。豆哥，今天是土豆哥，土豆自拍杆，来来来。3、2、1，换个动作，这边，3、2、1，再换一遍，3、2、1。OK OK， 再次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台上这13位发着光的少年，太棒了，也太不容易了，也再次把所有的掌声和祝福献给现场的粉丝朋友们吧。正因为有你们的陪伴，这个八月才变得圆满。在这个盛夏的盛夏里，我们一路坚持到今天，离不开线下和线上的各位，把掌声送给他们，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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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谢谢，谢谢。这个夏天末尾的，让我们不顾一切，也是第三次不远万里的双向奔赴，我觉得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感动。但是在这里，2023年 TF 家族登陆计划第三站，让我们不顾一切，大连站的演出已经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到来，谢谢。但是与少年们的约定还没有结束，我们一定还会再见的，谢谢大家。那我们一起跟大家说，我们下站见，好不好？我们下站见，下站见。拜拜，谢谢，谢谢，拜拜，谢谢大家，再见，再见，拜拜，下次见。这首歌想让大家和我们一起唱，5、4、3、2、1。聚光灯下，小小舞台。时间的风人还吹来，被重复千次的歌，再嗅到你是否在
遥远学习与你同在，就算世界奔流成河，你在你眼中定格，借一点花花去照亮梦的角落，跌倒的泪全部收集，留给散落的回忆。 At the end of every day that you complete me、oh, Complete me, complete me、oh, Complete me。 也许风永远不知道曾怎样温柔了孤单，要平静心中炙热，融化所有坎坷，一点一滴成为了我。就算世界奔流成河，也在你眼中定格，借一点花火去照亮梦的角落，跌倒的泪全部收起，留给散落的回忆。 At the end of every day that you complete me、oh, Complete me, complete me、oh,感谢总爱上是说 OK， 决定出发就不会后退，一同走向不会落空的期待。有一瞬息因你而来， I protect you from the dragons while you save me from myselfI'll be up all night just to see you sleeping sweetly、yeah. When the world is cold and crazy, I remember what I had. At the end of every day that you complete me、oh, Complete me、oh,
在我童话里的你，飞在我天空 ，Sweet girl， 我的心还在。